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林迪，我们接着来玩火影忍者。话不多说，开始游戏。这是学校中心吗？并没有。公告：领取奖励，囚犯木叶、超人特训，这些再说吧。然后继续我们的冒险。生人考试临近。向着傀儡师出战，太放肆了！什么时候来这里的？多了一张阿雅呢。秘技，嘿，烦啊！我之前不知道你们这种张狂的样子，按照出来呀、啊，强敌难袭，又反了，放了大招，再放把火，再放着石头，对，还有自动，忘了这个，咱们自动带塔吧，这放大招。结束，听我解释，你听我最厉害了。首次通关，天赋加一。弹起激动脑，通灵。激活通灵。通灵术是强大的忍术，修炼通灵术不仅可以提升你的战斗力，在达到一定境界，还可以强大的通灵术签订契约。激活通灵术，人口呗。修炼通灵术，召唤出突袭。这，接下来呢？奖励招募，可以招募了吗？免费招募，碎片一个。普通招募，免费气死。各种碎片，祈愿谁吧。好嘛，训练天赋，天赋点不足，装备点呢？25，大爷，玩家，周玉呢？一剑上去，材料不错，啊，可以镶嵌了。这，说吧，通灵。还能修炼，最后我修炼没有钱了，没有技，直接跳落着玩，十级，14、15、17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9，他妈声望不足了，修炼满级，你这呢？神盾，再说吧。奖励，奖励中心，哦，这么多传令的呢。好，任务中心的呢？任务中心还没解锁啊，要继续我们的冒险。招员考试第四章，调整阵容，出战，通灵技解锁，召唤，自动化吧。这瞬间来这么多，第四波来袭。直接放大招啊！结束，获得胜利，天赋两加一，忍化具共同开启了，这是白雪飘落之时，
动作全部张姐退进去。就咱处理直接判那啥吗？判他，他力咱不张，就去装石哦，张他厉害吧？咱们看不见了，一定保护好你们，小心，血量受困住了。走了，大家伙，我的有人会解决你们，快逃啊！你要救出，快点保护大叔。风之国是你强敌来袭，这挑战赛。说着玩的，他没有锁敌，让我过来。都家里走。都可以破了石头啊！小妹，面具人来了，把他救走啊！再不来就收下了，好吧？通过全部召集特联去奖励，是吧？谁人奖励？家有组织，送钱中中。行吧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同学的关注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谢谢广大。讲义，小逆，拍摄，小逆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